恭喜，哎，你应该哪一天验孕？礼拜一。提早两天这么巧，应该是两胞胎，也就是我们放了两个前重，所以我等一下会跟你打赌，另外一个赌就是我赌两胞胎。那你这一次你怀孕是我，来给我钱。谢谢医生。赚了2块，赚了1块钱，恭喜了，因为这个条子很强，你靠近一下，靠近拍一下这个，不要拍到脸。OK。他提早两天了、啊，那换两个佩戴快筛的，还是有两件事情要跟你交代。今天是礼拜一哈，你都是要礼拜六回来？嗯，没有，只是刚好那个周末刚好有空。啊，所以因为你自台南，你可以每个礼拜六回来，所以你下个礼拜六跟下下礼拜六有两件事情要看。下个礼拜六要看几胞胎有没有在子宫外面，下下礼拜六要看有没有心跳，所以要到28+7，8月4号才算数。好、哦，恭喜。谢谢。你还有4个胚胎等到在我们医院哦，但是那4个都胚胎快筛，恭喜。谢谢谢谢。这是双胞胎。好，我再跟你打赌双胞胎。我再跟你一块。谢谢。不是，如果双胞胎，你再送我1块钱。好。OK。